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家大哥说了，打不过你也得给我干他。看着我就想干我是吗？那可不是吗？这么招人干呢？上来我鼓起勇气，我就给你来一个谁当不利之吗？什么？谁当不利之？先谁当后不利之？哦。你是不是套路你祖奶奶呢？你说的是什么东西？我都没听懂。你是不是套路你祖奶奶呢？就是祖奶奶，请给我坐下，谁当不利子？就是请坐。啊啊，行，得说点能祖奶奶能听懂的，别到时候占你祖奶奶便宜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说。祖奶后面虽然前面有个谁当不利子，后面还有一个啥疼什么破疼谁当不利子疼疼就是观音坐盆一脸懵逼，我祖奶奶。坐盆，你知道吗？祖奶奶跟我 PK， 我先给她打一剂麻醉针，就是给你来一针麻醉针，打完之后我就再干。现在你已经彻底懵逼，我马上就动手了。我头一次看见我的猫咪变成这个表情。陈文凡哥哥，咱们现在在 PK 中，一组一三一四就可以卡黄哦。对，一组，真的是这孩子，你这孩子跟谁学的呀？你这孩子啊，咋跟祖奶奶说话呀？嗯，我跟你说，我陈哥过来了。我陈哥过来了，你敢这么嚣张，你一会儿就得叫祖爷爷了。陈哥，陈爸爸，你好，我么么哒，嗯啊。陈爸爸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打我，你打我，我等一下我打不过你。欢迎回忆哥哥啊，欢迎，谢谢我顾城哥哥。亲爱的兄弟们。谢谢生哥，谢谢生哥，给我们大哥减减压哈！现在打，嗯，生哥，我家打个黄，我家大哥说了，打还有60秒，打，嗯，必须打，嗯，打赢一把我们就站起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你赢我一把，你就站起来了，那你得一点一点减呀，嗯！你要赢了我的话，祖奶奶怎么也得变成奶奶吧，咱也是一层一层赢上去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？你说这个道理，就是我是赢了，没对哦，是吧？没惩罚你什么呀，对不对？就是从尊师啊，不是尊妈开始，妈，然后奶奶，然后祖奶奶，这三把呢，是吧？三把浪费多少子弹才生下来的？你要是赢我的话，最起码的是不是得一点一点减，变成奶奶？你要赢我的话，我就是你奶奶，对不对？你赢我一次我是你奶奶，你赢我两次我是你妈妈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是吧？对不对？等等，祖奶奶你在套路，还有16秒，你是不是想搞我？我生哥在呢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是准备偷塔吗？你们这是不露哥哥呀？怎么了？完了！怎么？喂！赢了，亲爱的们，我爱你爸爸，么么哒！我竟然把他赢了，我也是醉了。你看看谁刷的？我看一下贡献榜，我看一下，哎，我看一眼。我不在，嗯，怎么了？我看一眼，看他已经退出了，怎么了？儿子乖，快我看看来。感谢我大哥不让我报名字，
我现在心里很苦，很想抱一下，真的。大哥，我能不能抱你？公屏上跟我扣一下，能不能抱？那个报你名字有没有关系，大哥？爸爸，爸爸，我是妈妈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干我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